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mmy 张雨农，我发行了我的个人首张专辑 Sammy 1.0， 今天要来回答大家 MV 下面的留言。有人留言说啊，在 MV 中 ，Normal 的 MV 中，你那个眼神不寒而栗，不寒而栗，你自己觉得有这么可怕吗？其实我平常就长这样啊，没有啦。因为当初的剧情就是设定就是要有那种有点杀气嘛，所以当然会比较锐利一点点，有恐怖吧。他们说那一只剪刀让他们想到了韩剧《夫妻的世界》，有这个意思吗？有这个意思吗？其实当初导演也没有设定说怎么样的剧情，就只有设定说是剪掉坏爱情这样。那因为最后的结尾就是拿剪刀嘛，所以结局就是自行想象。所以你是带着你的仇恨进去解读，对不对？有一点，因为最后一幕导演就说请给我一个迷之微笑，所以我就是要有点像很可怕那种笑，然后走进去那个 ending。 那时候心里有在想什么？其实心里我就想我要白就想剪哪里，男人在哪里，没有是要把他的那个手的绳索剪断救他出来。有人说 Normal 里面那个 MV 的裙子，那个开叉可以再高一点，他们觉得很可惜不够高。那个开叉真的不能再高，那个已经是要把安全裤再折进去的那个高度，真的不能再高了。所以这样的你又没有办法再看到比这个尺度更大的吗？可能开两边。可以哦，再想看一边，想看开两边可以。也有人说里面的舞蹈很性感，有没有可能出一个单教舞蹈的版本？其实我也很想，可是有一点难，是因为它这个舞就是配合场景的，所以说如果真的要出一个舞蹈版的话，可能要配合一下整个运镜，拍起来才会好看。因为人家说 MV 里面的眼神很性感，又提到眼神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好奇你那眼神到底是怎么办到的，可不可以来三个犀利性感的眼神给我们解释？就是要催眠自己我很性感，而且没有，他的手是扶着，就会从眼睛飘过去，就是有一点，然后又有光，所以会若隐若现这样。好，对对，第一个光若隐若现，一性感，哈哈哈哈，两下哦。第二个性感，二。第三个性感，三。哎，平常叫我性感，我真的很难。我们会叫他。可以看锐利的眼神。锐利的眼神。锐利的眼神。有太阳跳。锐利的眼神。想猜一点，可能是因为想到唱跳的指标就是猜一点，所以大家就觉得哇，有这个感觉。就是、有人说0.75倍也很好听，你试着看。Goodbye, goodbye, 不再听，有那么慢吗？1.25倍呢 ？Goodbye, goodbye, 不再听无力。对对。哎，也不错哦，也不错，对不对？这个影片是一镜到底，你们在拍摄很忙吗？其实蛮忙的，因为舞蹈嘛，然后加上编演，然后有很多的设定是，就是到现场的场景导演才。就是给我一些指令这样子，然后比较难的部分就是因为你要边唱，然后跟着那个 tempo 下去，就跟着那个，就是一定要哪一个点坐在哪一个点上这样子，然后整个团队都要完美才会下一卡，所以都拍蛮久的。那跟男主角有没有擦出什么火花啊？很贴耶，那个舞步很贴哦。对，但是因为老师就是从我就是在训练律动的时候他就开始教我，然后到排这首歌的舞这样子。所以就是氛围就是很认真的工作氛围，没有什么火花，没有别的想法，对啊。不在乎现在已经57万了。对，要不要讲一下，谢谢一下你们的歌迷们，谢谢大家，就是有认真的点阅我的 MV， 然后现在已经突破57万了，继续加油冲刺100万。这首歌大家有说高音的地方比较难唱，
对，但是你们可以降 key， 因为去 KTV 可以点降 key。KTV 现场就是来去那个隧道的地方。好啊，好啊。不想在乎你温暖双手，不想在乎你未来的梦，剪断所有关于你我。很多人都说你这次出的歌真的很好听，他们都不知道你这么会唱歌，要不要好好的告诉大家你有多会唱？你根本就是选秀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其实真的太多人从狼沙认识我，就要谢谢于白，谢谢狼沙，让超多人认识我。所以后来就是很多人留言说，哎，原来你不只会狼沙，你还会唱歌，哎，还会跳舞，哎，我就觉得哇，好开心，终于可以让大家就是看到我更多不同的面相。因为刚刚我听出你唱出了那个不在乎的感觉，嗯，你要不要讲一下怎么诠释那个不在乎的感觉的？你怎么去抓那个感觉？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每一次演唱的时候，我都要把自己带回那个失恋的情境。是哪一段？那个故事是怎么发生跟怎么结束的？我们想要知道。那故事就是说，那一段感情是我特别特别的，算是卑微吧，可以这么说。因为其他段感情我都还蛮勇于做自己，但是那一段我就是特别的，就是想说都让着对方，对，然后有什么事情都不太敢表达。当下的时候不会有一种，就是突然间那种情绪就这样来了吗？在拍的时候。拍的时候，或者在唱的时候，就是要抓好，也不能太多，要不然可能就会哭啊什么。整张专辑都是你填词，嗯，对，其实都是写自己的感情故事写在里面，整张都是亲身经历的那种。有边写边哭吗？没有到边写边哭，可是就是会回忆很多过去的片段这样子。那很痛苦吗？还是其实已经都看淡放下了？就有一种就要再把之前那种失恋的感觉再挖出来一次，其实蛮痛苦，因为你一定要想很多细节，你才会写出那些小片段。又有歌迷说这一首歌1.25倍超赞的呢，你们是很想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哈？对呀、啊，为什么变多快？不想在乎你脸上笑容，不想在乎你对谁温柔，真的还蛮夸张的。对呀，我发行我的个人首张专辑 Sammy 1.0 第三波主打歌节奏的 MV 也已经上了，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我更多的资讯的话呢，可以到我的 IG 脸书还有我的 YouTube 都可以看到我的 MV， 可以听到我所有的歌哦。谢谢。 OK， 谢谢，拜拜。